行李扣门规，立誓领仲裁。总码头，机括找到了。嗯，武功挂山梯。上甲，这是斗里密闭环境下颜料快速剥离随风散出的现象。给我发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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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财了。
这什么货呀、啊？非得半夜才干？管他呢，反正说了给三倍工钱，赚了钱就能给咱家看病。这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你小心点啊。哥，又在玩你传家宝呢？这玩意儿啥来头？你给我讲讲呗。不是，那你爹传给你的时候，他就没告诉你吗？我没爹。哎，有船过来了，是不是这个？船来了，船来了，干活干活了啊！别玩了，别玩了。哎，哥，你看，来了，船来了，快点，快点，什么情况？快点啊！快快快快，走，快点，快点。走路不长眼睛是吧？走走走，哥们儿，摔坏了，摔坏了！看这什么东西，就是土星，土星味还没散呢，这是刚挖出来的冥器。冥器，这走私活宝，杀头之罪啊！杀头之罪啊！哥，这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灭口呗！
还是得要寻到这虫蛊的根源呢，银针并非长久之法。根源难呐。难道这天底下除了谢灵的后人，就真的没人进得了那地宫吗？这虫蛊可解虫蛊之邪，但也极有可能会被虫蛊反噬呀。虫蛊操控人体，变得非人非鬼。20年来，我终日忍受蚀骨之痛。若能解蛊邪，或不死之身，被反噬又如何？你说对吗？老朽实在无能为力。哎呀，我的孙儿啊！哎呀，老爷！一海无涯，不好携带的。我想这老钟头精神上紧一紧，办法自然而然就出来了。他才6岁啊！6岁小儿，吃着碧耕粥，住着拂袖轩，好不好？老爷，您仁慈，您高抬贵手，我们钟家自此微薄，我一定绝不怠慢，尽心一致，绝不怠慢的，老爷。老爷，大小姐回来了。哎呦，老爷，老爷，您高抬贵手，高抬贵手啊，老爷。大小姐，老爷，您高抬贵手啊。义父，老爷，他盯着就可以，你还受累跟着呀？怎么？说话呀！义父，我瞧见谢灵立时令了。谢灵立时令？看身手，应该是得了谢灵的活了。真的？人在哪儿呢？啊，得了活了，还得了谢灵的活了，那得把人带回来呀。不，得请回来呀。是，义父。过招了。他要是刀兵来，你就刀兵去。你是刘家大小姐，气势上不能矮，袖子不能破。没事，就是虚晃了2招。去吧，临睡前把汤喝了。好。谢灵立时令，谢灵立时令，还能有谁呢？这个小子，这是要寻我索命啊！气呀，哥说了，都是沾着土腥味儿的。昨天那些大手恶狠狠对我宝爷下手，那左手一刀，右手一刀，我夸灵巧一个转身，我回手这么一掏，哎，娘啊，你没在场啊，你是没看见呢。你儿子特别英勇，来，我来，给我来。您要是看见了，够跟街坊吹好几天。哥，想啥呢？大宝，你还记得昨天晚上在码头，谢灵立时令掉在……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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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不记得吗？你当时就看咔咔这么一扭啊，一只耳那小子都看傻了。哥，小时候咱俩就是珠联璧合，打遍整条街是无敌手啊。哥，你那招什么事教教我呀？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，炼神化虚，炼虚合道。这，再来。爹，我害怕，快放我下来。久练就不怕？为什么别人家孩子不练？他们都说我是盗墓贼的儿子，我不想做谢岭门人。我们谢岭一门，尊天道，行忠义，取地薄，济苍生。我们救过的贫穷百姓，不计其数。该听的不听，该信的不信。好好给我练，来！您拿好，慢走啊！谢谢。哎，让让让让！哎，让开！赶着奔丧呢！行了行了，哎，怎么样？郎中说了，这药啊，也就暂时给咱娘调调气。要想治好咱娘的病，还得去上海大医院。三倍的工钱，没赚到，还差点把命搭进去，真是。大宝，啊，这令牌是个古董。拿去当了，应该能换点钱，但手术费还不够，还是先把咱娘送医院吧。其他的，我想办法。哥，这可是你传家宝，我不能拿。嗨，什么传家宝，跟咱娘的命比不了。哥，真是我亲哥。但是啊，这个现在还用不上，要不？怎么说？我是宝爷。你瞅瞅，你瞅瞅，这是冥器。大宝，你怎么又？有没有人看见你失手？怎么说你胆小呢？这拿都拿了，咱跑也跑了。上哪儿找他们去？抢劫啊！抢劫！抢劫啊！出去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走！别跑了！这下想占老娘便宜，想得美！呸！谁挡住你眼呢？上车！阿哥，这不马上吗？前后夹击，这么周到！我要是想害你们，那天在码头上你们就死了。里边上不上？上上上上，我上。哥，快上啊！还不上？走。大小姐。哇！哥，
这老值钱了。放下。这位小兄弟有眼光啊，还未请教怎么称呼啊？啊，我叫赵大宝，人称我宝爷。好一个宝爷，小兄弟意气风发，前程似锦呐。不敢不敢。这里为什么供着我爹的灵位？你爹？虎踞龙盘。龙虎一脉寻地宝，乾坤八叉，江河湖海同舟渡。什么？老朽恭候您多时了，真是苍天有眼呐！咱们谢灵一门总算是没断了香火。你是谁啊？啊，老朽是你父亲的师弟刘金山，安辈分。你应该叫我一声师叔啊！师叔，师叔，谢岭不是灭门了吗？是啊，当年夏斗找了刀，陈宗把头撒手人寰，众兄弟死于非命，只有我一人侥幸逃离。这二十年来，我四处找你，却一直杳无音信。啊，算了。不说这些了，生儿，来，等一下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生儿，你是陈总把头的后人，又得了谢岭真传，理应由你出任谢岭魁首啊。老朽已时日无多了，如果你愿意接任魁首，老朽愿倾囊相助，将这万贯家业尽数传你。我不想跟谢岭门再有瓜葛，你想让我和我爹一样挖坟掘墓倒卖名器，这种损阴德的事儿我做不了。大宝，我们走。谢岭一门尊天道，行忠义，取地宝，济苍生，救助的贫苦百姓不计其数。对，虽说此事有损阴德，但也不失侠义之举。当年陈总把头也是看众乡亲食不果腹，才率领谢岭门众下墓寻宝，却不料有去无回。生儿，你不必急着回答我，二十年都等了，不差这一时半刻。只不过当年谢灵一劫几乎灭门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一点没受委屈，你看我娘跟我把我哥养的都重视。是这样，那老朽代我师兄谢过了。大哥，让他跑了。跑了？被大小姐救走了。你们露相了吗？可他露了。喂，大哥，我再去，这一次我一定要了他的命。要个屁命，老子都快没命了。来人，快快快，把东西给我藏好了，快点！追杀陈胜，十道响门，好像是一只耳的手下。早知道这小子有反心，跟上他，摸摸他的底。是。来来来，什么来着？没完，收费。你偷吃刘金山的货，不怕他弄死你啊？你到这儿来做什么？就不怕我弄死你？其实你的人追了我半天，不是也没弄死吗？放心吧，你这点破事儿，我不会告诉刘金山的。我对他的家产没兴趣。
你究竟想做什么？刘金山没说实话，当年从斗里逃出来的不止他一个人，对吧？我就是想知道，当初斗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爹是怎么死的？为什么谢岭灭门，而刘金山活着？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大哥，大哥，哎呀，鬼是鬼，鬼是人，你们全都是鬼，鬼啊，到处都是鬼啊，鬼啊，都是鬼，鬼是人，是鬼啊，全是鬼，鬼是怪爷，人是鬼。爷性子一，他知道刘金山心狠手辣，不会放过你。当时把你给送走了，可是他女儿没躲过去。如今知道斗里具体发生什么事的，只有刘金山和管爷。我跟着刘金山生生死死的办了不少差事，心里却不安宁，总想找些东西牵制他一下。鬼！你们全都是鬼，吃人的鬼！走吧，头，要死一起死，要活一起活。刘金山，你这个王八蛋，放开我女儿！女儿，女儿，放开我女儿！你们全都是鬼，鬼啊，全都是鬼，全都是鬼啊，不要进去，不要进去，不要进去啊，上火燃，血河东，虎带着河飞到天涯海角。我要带他走。别急，等我拿到我想要的东西再说。上虎山，血河东，鬼爷带着河，您等我走。飞到天涯。海角，上虎山，血河东。老爷，什么事啊？大小姐传言，一只耳反水了。瞧瞧我养的这群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全都得死。还有，拐爷还活着。八刀，八刀，可把我累坏了。哎，可不是嘛。
哎，你回来了。嘿，把头回来了。哎，把头来了。把头，把头。人呢？人都死哪儿去了？鬼啊！都是鬼！鬼！都是鬼！都是鬼啊！谢灵门规，叛门不忠者当如何？自裁。门规，你还有脸进谢灵门规？你自己做了什么事，你自己最清楚。刘金山，你叛门灭族，不得好死。贪财就好生贪财，可偏偏犯了我的忌讳。留下就留下吧，还好生供养着。你吃我的财，他吃你的饭，合着我做东？白白养了这个老疯子20年。鬼！鬼！鬼啊！鬼是人，鬼是人，人是鬼，鬼！总把头，咱们发了，东巴头，真晦气！你说什么？你看不起我是吧？哎，这宝爷，我有钱了，我有钱了！我告诉你，什么？开车了不起？宝兄弟，你想不想救你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老人家。我娘就不劳烦姑娘挂念了。陈胜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。理解我？好啊，那现在你带着你的人离开，我要跟我娘歇一会儿，我们想安静一下。
对了，你告诉刘金山，当年斗里的事儿，我一定会查得清清楚楚。如果真的是他害死我爹，我陈胜一定不会放过他。那你最好查得一清二楚，查一查我义父这二十年来是如何日夜遭受蛊虫蚕食、骨肉之苦，又是如何内疚抱憾、生不如死。生不如死，他挖坟掘墓遭了报应，这是活该。我不许你这样说我义父。娘，娘你怎么了？我从记事起就没见过我亲生父母，是义父养育了我二十年，丈母养育你，义父养育我。我知道他做的很多事情并不光彩，我来吧。但养育之恩大于天，你应该能理解。孩子，你爹你娘呢？我没娘。我也没爹。这照片哪来的？这是管爷和他女儿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大小姐，什么事？找到把挟持了管爷下墓去了。什么？锁子甲，
刚才冒犯了。我们去找大宝和管爷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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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来。别怕，是我。他娘的是哪儿啊？我们触动了机关掉进来了，这里应该是个暗道。我刚才听见我娘叫我，她说这里有仙药。那是幻觉，你中了刘金山的圈套，他诓骗你下墓就是为了引陈胜下墓救你啊。滚吧老头，我去找我娘，我去找我娘。老头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找出去的路啊。让我来！这不是什么鬼打墙，
我们是被困在一个环形的暗道里了，找找看有没有什么机关。机关长什么样啊，老头？对，大宝，他们人呢？去哪儿了？鬼爷精通探寻机关暗道，放心吧，他们应该是安全的。静则聚，聚则为上，上下相形，也只能试试了。云锦，你能把我送到高台吗？我要攀上铜顶。前为天上皇权，巽为地下阴间，震为人成鬼相，离为五费金煞，前巽震都是死卦，只有离还有一线生机。怎么了？我不知道费金煞指的是什么。那就是使离卦。哎，等一下，让我想想，可能会触发某种机关。左转三刻，回转二刻，我说错了打开方式，你很可能跟着台子一块下去了。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，我相信你。小心！好。
被蛊虫控制了。看什么看？仔细身后。这画的是什么？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古墓，而是草鬼王利用蛊虫培养不死军团的角斗场。蛊虫其实就是一种寄生虫，母虫召唤了寄生虫，控制了这些干尸。哥，大宝，哥，哥，大宝，你怎么才来？我都被吓死了。没事就好。生儿，你还是下墓了。管爷，原来你是装的，这么多年可以啊。哎，管爷，我找到你女儿了。你怎么也进来了？我看到那张照片了。哎，你们俩早就知道了。我装疯卖傻20年，就是为了保你们俩平安。老头，咱有什么事出去说吧。生儿，你们是怎么进来这个暗道的？哦。这暗道内外一共相连8个门，是按前门遁甲步的行。我猜测，唯一可反转的门，就是这个生门。但我们进来后，门不能反推。什么东西？我是遁地起来了，我是。想不到你我还能再见面。当年把你遗落在这里，是我对不起你啊。哎，我有办法了，跟我走。走。走啊。这就是死门，如果是按奇门遁甲步的行，死门应该就是总击破处。灵离奇门去，立誓跨丛山去。这次我们能不能活着出去，就看你了。哥，这穿山甲成精了。这穿山甲是管爷从小饲养的，我爹笔记里有记载，谢里一脉有培养灵兽、破除击破的秘法。管爷，小心！快点！
大宝，你干什么？哥，你这回触发门内机关的，这门后一定有起死回生的仙药。咱们都到这儿了，咱们就进去看看吧。这世上根本就没有起死回生，你清醒一点。哥，咱娘怎么办？让你眼睁睁地看着娘去死吗？刘金山说他亲眼看到的。大宝，刚才那些活尸你看见了吗？那就是刘金山所说的起死回生。你希望咱娘也那样吗？不管娘怎么样，只要她活着就行。大宝，你冷静，滚开！那是我娘，不是你娘。大宝，你疯了吗？我只想救咱娘。我只想救咱娘。大宝，我是你哥，那是咱们的娘，相信我，一定有办法救咱们的娘。哥带你回家，走。仙药找着了吗？空手回不合适吧？云锦，过来。管爷，你的疯病治好了。刘金山，你贼心不死，当初害死了陈总把头，现在又要害这些晚辈们。总把头不是因为你才死的吗？怎么没好意思说呀？这我的发财了，一辈子都发财了。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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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管爷，我们找到道了，赶紧把你身上的敛尸丹给兄弟们分了，快，快去！好。兄弟，醒醒！
血，把血擦了，快走。谢岭啊，干的就是损阴德的勾当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能保住一条性命是各自的能耐，别在这装疯卖傻的装好人了。我老怪今天就宰了你，为陈总把头报仇。管爷，管爷，刘金山，你个狗贼儿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想知道吗？去把那扇门打开，否则你们今天都得死。一，陈胜，他当年可是拼了命才救下你，你不是侠肝义胆吗？怎么的，见死不救啊？你个怂货！二，胜儿，不要管我。我对不起陈总把头，死不足惜啊！三，等一下，我去开门，但我需要管爷的帮助。云锦，过来。去啊，去开门。刘金山，你个畜生。谢灵向来钟情忠义，见死不救算哪门子忠义？更何况云锦还是你的女儿，换作是我爹也会这么做。
上观天星，下审地脉。此处为地下，石壁的形状也是可以按照风水堪舆秘术布阵。这天星在木门之上，那地脉天上摘星。柳金山，你这样强行破坏会触发门内机关的。知道，去把门打开。我老拐装疯卖傻苟活了20年，错的太多，欠的也太多了。我来。哎，白衣人，观音，爹，观音，留云姐，我一直陪着你。哥，快来帮忙啊！智母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整整20年，我终于忍受蚀骨之痛啊！请万古智母解除我体内蛊虫吧。Ah!
我们走。去刺他的膻中巨穴，我来取他的命门衙门。万事小心，我们只有一次机会。好，哥，那我呢？躲着，躲着，躲着哪是我把人的性命，我把他引过去。大宝，刘老头，我在这儿呢。你个老杂种，怎么变成这鬼样子了？还凭莽爷？胆子真大呀！信不信我弄死你？呸！来呀，来呀！
攻击！小心点儿！云锦，拉呀！你。老爷子，我跟陈胜是好兄弟，从小到大就一直我罩着他，今后啊，我也会一如既往的罩着他。还有我娘，做完手术好多了，清醒了，希望您啊在天之灵保佑我娘，哎，也是他干娘，长寿，三神仙。哎，我多给你烧点啊。管爷，管爷，之前多有冒犯，希望您在天之灵保佑我娘长寿，赛神仙。哥，接下来咱咋办？遵天道，行忠义，取地宝，济苍生。哥，你这算不算就当上谢岭魁首了？昔日威名声震月，今朝看我起玉楼，在下谢岭魁首陈玉楼。
这世界，星星萤火般和天富有着温暖，沉睡迷离若隐的古老语言，因你闯入情意绵绵，深陷我心间，谁悄然点燃无言，沉入醉梦深夜，谁走在梦的边缘，环游爱相携。